正要集中起来，争夺干飞地名意外再现。你终于吹响仙驾了，你脑海深处该有你该说清楚。并开启我遗留的深山信息，看来你对孙德之案的掌握有六成。哦，孙德之案真正的恶弊，你也会慢慢的体会。想为我解开暗地之谜吧。暗地，哈，现在脑海剧本，想必让他万分头疼。你的行为看似有戏。背后可能是神秘的安排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暗影就是你一连串安排的关键。哈，看来你已经在凌乱的线球中找出线头。当初我已顺着指引重走暗影，过去影是一名被陷害濒死的隐匿王者，暗影就是一名流连忘返的地狱之鬼。是我以顺道之眼将恁融合为现在，你将暗影我最得意的作品之暗影作品，不可能，我是，实际暗是我以顺道之眼找到的北部将销魂，我将之以寒武纪合二为创造出新的人格。便是暗影，无人是这样。另一方面，现下以失事的身份接近甘金时，早就在甘金被蒙羞，将伊灵魂保留落，并将伊封锁在红砖十三界，让他以天生缺魂的无人本合二为，以新的身份展开新的人生。人之可合时。无人本的行动无人感，乃剑中之灾，就意外被红魔所杀。现且怀疑剑界七大命案，素不单纯，遂将无人感的尸体保留落，成为暗影的躯体。那暗影不就也是人呀？暗的是干净的兄弟，暗影却也是无人本的行动，一对错综复杂的兄弟。就是现在英雄暗地关键，那无人本一直想救回行动，不就一直在伊身边？人最重视的人事物，往往就在身边，只是不懂得珍惜，唔是吗？你留好无人本，像是一个艰难的选择，这就是我的赌注。我对，是你的决心，无人本的决定。这令造就我之完美作品，你想以暗影还是天下中？哈！虽然当初仙家让暗地重生，但这拢是必经的过程。为了完成以血还血，以暗制暗的最终目标，你对日本的执着真是令人意外。不止如此，仙家重拾暗影目的。要事关明帝之后，人之最切，侬要突破定路。哈，现下遗留的彩蛋就到此为止。第暗影命运安排，我早就写在命运规划书了。现下愿望就托付在恁三人身上。哈。阮一副冰顶之日，你的灵魂认可得到冰清，命运归位所在天家手上，但天家已经不在，以天家之智慧，想必早就最好安排了，不如一门分飞手。